坚决守住三五零高地，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。师长同志，请你马上下命令吧。你们刚到，还是先休息一下？不，我们赶到这儿，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。那好吧，李参谋长，天黑以前，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。是，没问题。不，问题很多。 张营长，锁了所有的交通线，尤其是黑风口。我保证，在天黑以前，一定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。八大隆隆响。 铁家伙，对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哎，听我们连长说，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，现在也干坦克兵呢。哦，他是个出名的孤胆英雄，淮海战役的时候，他带领着一个班，摸进敌人的指挥所，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，还烧了一个军长呢。你们连长姓什么？姓王，叫王德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哎呀，光顾说话了，过站了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小鬼，看见你们连长，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，问他好啊。哎，就是他，张排长，再见喽。幺幺幺，幺幺幺，听到你的回答。 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，参谋长同志，坦克运动很好，张排长请求把幺幺号的炮长马上送到，就送到。
各车注意，各车注意，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，注意防空，注意防空。排长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什么事儿？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，你急什么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把个炮长给病倒了。防空。 张排长，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。炮长杨天浩将你报到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。排长，开车吧。好，这是驾驶员，这是新来的炮长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。我是刚调来的。 来了个糟老头子，真倒霉。柳平，通知各车车长到这儿来一下。是。哎，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？排长，我有意见。这是庄天守。哎，王大刚，到。 你好。 想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。是。前面是重点封锁区，现在过不去，先把车子隐蔽一下吧。好吧，隐蔽。 快点走，快！哎，排长，你看，河边上还有人。
击！阿玛尼，刚才多危险！你们干嘛要拦我呢？阿玛尼，飞机！知道，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，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，留下我的小孙，他在这儿。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酱，孩子，走，赶快去把桥修好，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小畜生。阿玛尼，去找工兵排长。喂，喂，知道了，等空袭一过，马上抢修。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，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。喂，要指挥所。干什么？向指挥所报告，坦克不能前进。我从步兵到坦克兵，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。把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？得十来个小时。不行，太晚了，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前沿。那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？公路全给炸了，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。小心点，等等。哎，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？张排长，阵地上怎么样？攻势全被炸塌了，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。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。他不能多说话。走。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。我马上组织部队抢修。全被炸塌了，
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，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。兄弟们，走！刚才过河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？看见了。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。我懂了，走上山看看。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，憨憨的指挥员才行。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。喂，张勇吗？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，办法很好，可就是有危险呐。师长，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？说的有道理。好吧，批准你们了。是。哎，胜利彪，发动车辆。是。哎，快点，驾驶员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胜利彪，前进。
后边的坦克上不来了。先把车开上去再说。马上就会爆炸，快拿镐头来。你们躲开，我给他搬搬家。给，不，排长，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，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。哎呀，排长，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，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。好吧，走，上车。来。啊。我。哎。是时候，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，正需要野炮呢，野炮就上来了。哎，咱们连同志都好吧？好，可你都不认识了，能干的全走了，就留下了我。是啊，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，一天打退了敌人十七次冲锋。嗯，坐。来，刀世亮，一个排，一个连，一辆，一辆，别开玩笑，真的，路都给踹了，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。你知道，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。我带你看看敌人。敌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，才拼命的打炮。我马上请示指挥所。怎么？单车出击，我不同意。
正好，趁敌人还没防备，给他来个突然袭击。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，万一……嗨，我说你呀，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炸烂吗？不，我宁愿挨坦克炮，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。哎，没时间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老张，这家伙，同志们，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。好啊，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，打乱他封锁我们三五零高地的计划。哎，对，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。哎，老杨同志，嗯，夜间瞄准比较困难，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。这个还真倒霉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。同志们，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，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出发。哎，怎么了？胜利标怎么了？胜利标，胜利标。啊，写。你负了伤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没什么，排长，擦破了点皮。等等，我来驾驶。不，排长，我是驾驶员。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连天也给咱们捣蛋。我们不能停下来，再往前开。是。胜利标，注意那棵杜里小树。是。太大了，敌人公路，
沈立彪，追上去，咬住他。穿甲弹，短停放。穿甲弹好，短停，停止射击。后面发现敌坦克。动手吧。不行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。沈立彪，开前灯。排长，打开车前灯。是，打开车前灯。排长，有辆摩托车朝我们开来了。消灭第二辆坦克，穿甲弹好。往回撤。是，往回撤。车打坏了，柳兵，向指挥所报告。是。糟了，嚷上了。排长，电台坏了，排除故障。是。再发动一次。你们快下车，我来掩护你们。排长，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。排长，快下车吧。有了，发动。同志们，抢修车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立刻出发，坦克修理工也要马上赶到。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是三连的，
们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？已经通过黑风口了，准备参加明天的反击。嗯，明天反击？对，敌人打的，我看看去。明天反击，排长，明天要反击。那咱们还撤退吗？你问这干嘛？哦，我是这样想，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，能让咱们留下来，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，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。对，打那个附近，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？你准备一下，马上送你走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得马上进医院。你这个人怎么了？说起来没完了。呵，你脾气倒不小。我是驾驶员，我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？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？你不管，我们能不管吗？伤，这算了什么嘛？你看，47年在天津当小工，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，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，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。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，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。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？反正我没权利批准您留下，我让你们排长说去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得好好的，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。这是一辆坦克，又不是一个人，离敌人只有1000公尺。我想指挥所也不会同意的。老王，你要是我，你也会这么干。算了，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，我是不同意。排长，电台修好了。伙计，等着瞧吧。这家伙，留下别走啊。林健同志，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前面没咱们人了，注意点。请报告指挥所，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。好，快！轻点儿。
这算是干什么？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，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。排长，你处分我吧，只要别叫我下车，怎么的都行。你，算了。排长，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五六处伤，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。谁告诉你的？把灯关了。天亮了。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，看见了。喂，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啊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准备战斗。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。刚才多危险！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。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。这么说，一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。是啊，
像你这么大岁数，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？哦，我当过游击队，打过日本，解放战争打老蒋，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，我能不来啊？刘平，帝国主义不消灭，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。是啊，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。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。我要是跟你们，真是差得短了。哎，看他，我要能够锻炼他，像他那样。柳平，柳平，快拿水来！柳平怎么了？没水了。柳平，救济水。柳平，排长，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。不行，万一暴露了车辆，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。哎，他妈的，敌人还不出击！决定开电扇，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。不，我不需要，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。要不把我的给柳平吹吹。柳平，不，排长，我已经好了。王大刚，你来。好吧，同志们，敌人什么时候出击，我们不清楚。我们埋伏在这儿，绝不会落空。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。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，有水喝，不热。可那是别人的阵地。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对，咱们是冷水沏茶，跟敌人泡了。哎，小伙子们，别躺着了，起来活动活动。有铺牌吗？咱们捉王八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哎，抓王八，来，把牌拿出来。哎，咱们是有言在先啊，谁要是输了，就刮谁的三下鼻子。对，啊，刮鼻子。哎，你要是输了，我可不刮你鼻子。嗯，干什么？我薅你胡子。哈哈，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。哈哈，那好，等抗美援朝一胜利，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。抗美援朝一胜利，我换上新军装，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，寄给我妈妈。给，我呀，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，开到天安门前，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。我呀，什么也不干，
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，睡他三天三夜再说。抽牌。王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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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，不算。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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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算。小点声。来来来，好，爸爸。发现我们了，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。不像是发现目标，是敌人乱打炮。坏了，绳子给打断了一股。排长，绳子一断，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，那咱们的车子就会爆了。李兵，快把安全门打开！是，沈立兵，把绳子给我。是。排长，我去。不，你是炮长，车上需要你。我去。排长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救车要紧。好吧。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不能暴露车辆。爬回来了，快到安全门接一下。是。糟了，敌人发现他了。Yeah.
王大刚。哭什么？好好一个同志，就这么牺牲了。柳平，别哭了，把眼泪擦干。啊！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，也像你一样哭鼻子。他是一位朝鲜战友，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，他负了重伤。他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：“哎，快把眼泪擦了嘛，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。可惜的是，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，看到我的祖国解放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时候，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。我向他发誓说：“老金，你放心，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，我是绝不含糊。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，有我的儿子、孙子。”柳平，你把那份报纸给我，干什么？你快给我吧。同志们，你们看呢，著名射击英雄、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，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，连续三次向县长请求。哎，念这个干什么？老杨同志，我要为你的儿子。不要留下，其他人赶快到外边救火。是。排长，排长，排长，快！刘平，你快救火，把手榴弹给我。不，排长，你已经负伤了，我收拾他。刘平，
想到好。排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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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往哪儿跑？